说你打球很脏，这都是外界对你的误解。剪了很多很多你打脏球的视频的证据。说实话，我看了之后完了都觉得很脏。对，我看完都觉得我很脏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很奇怪，就是你明明没这么做，但是拿肉眼看上去的话，这人真像犯罪了。那你到底脏不脏呢？我真的一点不脏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动作去伤害到让任何人受伤，甚至崴脚都没有。但事实上，我到了美国以后，好像没有人任何人觉得我脏了，他们会觉得这叫 tough， 这叫 physical， 是完全另外一种理解了。所谓的脏，我把人家摔到地上，人家起来以后拍拍我屁股，说没事儿，完全不在乎。我觉得这是爷们儿该做的事情。我明显把人家摔得犯了一规了，人家起来拍头冲我笑，拍了一下我屁股，我就觉得我靠，我真的太弱小了，内心太弱小了。这边打的是篮球《甄嬛传》，人家那边打的是男人的运动，在中国变得。篮球怎么《甄嬛传》了？就是说，哎，你认不认识谁？我靠，他厉害，或者说，哦，你原来是他呀，一下就服了，或者要不然打不过就给鼓掌，说，哎，你给我签名吧，都这种感觉，不是一个竞技运动。跑到美国不是逃避，而是获取一些能量，去尽可能的去改变接球的现状。我相信我改变了一批人，真的改变了一批人。钱彩石。